接着我们的舞台上呢，要来出现一位算女神级的人。哦，对，而且她每一次要出场都让她等很久，这样。真的啊？对啊，因为她的唱的歌就是跟这个有关系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对对对，一起来欢迎凯乐。哎，欢迎凯乐。好，凯，我们先邀请凯乐。哎，哇，我们今天哎有搭到哎，还有我领带也有搭到哎，真的哎，那我没有搭到，我先回去了。不要啦，哎，不要啦，不要在树上唱歌，不要这么好赚。好，那么凯乐当然呢，现在把他邀请出来，我们先聊个天，因为待会呢，凯乐要一起跟我们来点灯，对，好不好？很开心，因为听说今天现场10万多人哎，好大的场子，是，希望今天可以表现得很好。好，一定可以的，待会也会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。对，那么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点灯，你等一下要表演，我们需要帮你加油打气。是，哎，我们找了一组特别来宾，要帅哥，对，超帅的团体。该不会还很会唱歌和跳舞？当然啦，偶像唱跳团体，型男呢，全方位，还会主持吧？当然，又唱又跳又主持，怎么都猜得出来。然后之后还会创作。这么厉害，平常有在自己导一些戏，对，这肯定是你的菜，全方位，太好了，谢谢你们，期待吗？期待非常，观众朋友也很期待，对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欢迎这一组帮你加油打气的特别来宾，好，来欢迎173，哎，go go go， 蹦，哎，时尚玩家的主持人合体的耶！你刚笑得有点尴尬哦。有被发现吗？可以来，可以。来来来，你们两位站到中间来，中间来。哦，真的吗？哎，要不是啊，这个我们总监哦，议会姐叫我念这一段，我才不想帮你们这样介绍。哎，好这样。念了好长一段了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真的。这个郭靖也跟你报告一下，我们时尚玩家的主持人几乎都在这边了耶。对，在这边的昨天也主持过。我怎么越来越觉得孤单了？不会啊，不要这么说。那我也可以加入时尚玩家。当然啦，跟谷谷一起嘛。对啊，谷谷他刚刚也说。好威，我最喜欢吃了。真的。对啊。太好了。想看谷谷跟郭靖吗？我可以想吗？还是想看谷谷跟凯乐？都要啊，很会说话，很大哦，有兴趣，有兴趣，我超爱吃的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可是我同样一个问题，有时候我们要上山下海，是，我要跑起来，有没有？真的，上山下海，刚刚谷谷不是说他可以吗？他很勉强，很勉强啊。OK 哦，去爬富士山什么的，可以，我刚结巴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哦，哇，那太好，有机会，因为我也要为我找一些新的搭档，这样。哦，你觉得你的搭档？没有，我也要。找一些新的，我也要来好好物色一下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因为圣诞节嘛，那我们大家都站在舞台上。对，我们来聊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心目中的圣诞节圣诞礼物，最想得到的圣诞礼物是什么？最想得到？对，郭靖，你最想得到？我可不可以讲我最不想得到的？好，好，你说。因为曾经呢，我们有玩过交换礼物。哦，我也有。我想大家应该都玩过，一定要玩。然后呢，因为礼物都不晓得是什么，对。结果呢，我就抽到了一个。东西，它是六法全书。啊，哎呦，我不懂我人生为什么需要六法全书。哇，这个好，我曾经有一个跟你很像，真的吗？我拿到三字经。啊，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个三字经。你那个还好。哎，我也有拿到。我去年的圣诞礼物是吹风机。哇，酷哎，有点厉害。五年没有用吹风机了。还有一个用吹干啦。还有一个粉丝，他去国外。他寄国外不是都有那个水晶球吗？然后里面有什么城堡吗？他就把那个城堡的水晶球寄给我，然后寄到我们公司，它是破掉的，他没有保护好破掉的水晶球啊！凯乐，凯乐，我也有曾经拿过一个耶诞交换礼物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它一打开就是一个小小的机器，我想说什么啊？然后就一按按钮，它
他就自动一直播佛经给我听。他有，他跟他一样嘛，要帮你净化。对呀、啊，你要听仔细啊。感觉是你收的，有有念，哎，那个要听仔细。因为我之前有个朋友有收到，不过他仔细听了之后，才发现那是往生咒。喂喂，不要乱讲，永烈还没讲嘛，你还没讲嘛。好，那我们这个阶段马上就要来进行客气点灯，真的真的要点灯，前面这一根竹笋等我们很久了，他才是主角啊。对，我们现场呢准备要来点灯了，好不好？启动了，一起来倒数，准备了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三二一，呜呼！圣诞快乐！